激活体内幸福荷尔蒙的食物，已知有几种食物可以激活体内的幸福激素，这里有些例子。一、黑巧克力。黑巧克力含有苯乙胺和可可碱等化合物，可以增加大脑中内啡肽和血清素的水平，带来幸福和愉悦的感觉。二、香蕉。香蕉富含色氨酸，色氨酸是一种氨基酸，人体可将其转化为血清素，血清素是调节情绪、食欲和睡眠的神经递质。三、浆果。蓝莓、草莓、覆盆子等浆果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 C， 有助于减轻压力，改善情绪。四、坚果。杏仁、核桃、腰果等坚果富含健康脂肪、蛋白质和镁，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。五、脂肪鱼。鲑鱼、青鱼、金枪鱼等脂肪鱼富含 Omega 3 脂肪酸，有助于减轻炎症，改善情绪。六、菠菜。菠菜富含叶酸，这是一种有助于产生多巴胺的 B 族维生素，多巴胺是一种调节快乐和奖励的神经递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这些食物可以帮助激活体内的幸福激素，但它们应该作为均衡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来食用。